我跟你说过，五年前我能遇到你，如果不是遇见你，我早就死了好几次了。是你多给了我好几次的生命，我阮念初能够与你重逢，再同框框爱一场，我此生无憾，这是你。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认定你阮念初是我的女人，你一笑我连命都可以给你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玩笑？ 接下来，我要为我们博弈线升级。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我。接下来，我要拆最后一根导线，相信我。 炸弹是假的，腾子，干得好啊！数据型号给的非常清晰到位。杨哥的拆弹指令也很准确。嗨。嗯。其实刚才我一直在跟杨哥做通话连线。哦，所以是杨哥告诉你我位置的。咳咳 好好解释吧。抬起你的左手。你是在戒指里动了手脚？是我请杨哥帮的忙，在戒指里装了定位系统。 我怎么觉得，我要是不主动问的话，我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戒指里的秘密啊！确实是有这个可能。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心机深沉，步步为营了。没有这点行动，我怎么去得到你？你太可怕了！要是哪天你把我卖了。 我是不是还得帮你数钱啊？我怎么舍得？嗯，力哥，资料全部交给警方了。杨警官说，托里醒来之后尝试过刺杀，不过好在发现及时，现在没什么大碍了，也要马上接受全面检查。对，弹坤瓦沙杀人未遂，这次恐怕要牢底坐穿。嗯，李小苏接回来了，可怜的小家伙，平白无故挨了几刀。 总算是告一段落了，今天可是个大日子，是不是该接大嫂了？行动。<笑>
摩托。 阮年初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成全我的信仰，完整我的生命，谢谢你做我三寒枯叶的灯，得你所爱，三生有幸。 恭喜恭喜！你们请，恭喜恭喜！女王大人，公主殿下，你们要不要进去休息一下？外面太热了。哼！星星啊，今天是你立腾哥哥大喜的日子，你就原谅爸爸吧，好不好？立哥哥念出大喜的日子，我们为什么要原谅你啊？爸爸坏，家伙，鼻子会变长的。 星星，爸爸答应你，以后不管什么事都不瞒着你，好不好？嗯，都不瞒着你了。你说的啊，以后不论发生什么都不许瞒着我们。小阿姨，别上当，拉钩才算。拉钩上吊，一辈子不许变。 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，哎呀，一会儿这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啊！这男女主角不来了，一年就365天，他非选择7月14号这天，你说结个婚还得赶场？哎呀，你瞎嘚吧什么呀？你看谁家家闺女，当父亲的不是说一些祝福的话吗？别胡说！伯父伯母，你们放心吧。 称职的话剧演员字典里面是没有误场这么一说的。对，叔叔阿姨，力哥一定会准时接到嫂子的，放心吧。哎呀，来了来了来了！走。 等等等等，好好好，漂亮，好看，走走走，等一下，我想到第三个愿望了，你得答应我，我才能跟你结婚。念念，哎呀，不是，闺女，咱们结完婚以后再做好不好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你怎么跟他一块儿做呀？我说这时候别闹了，我一定会做到的。 我第三个愿望就是，你再答应我三个愿望。好，余生都听你。